分局接获通报，执行车队安全维护勤务，时长约2分半。黄男因上班时间遭管制拦阻而不耐，对车队比中指。民警发现后，为预防其更激烈举动，并立即呵斥制止，至路旁了解原因，说明原委，并告诫勿有过激言行，并让民众驶离。不是，出门证，为什么？